and grow， 可以帮助他长大。那你做动作了吗？好，来 one two， 你 go。Okay， 是这样推。Is that okay？ 可以吗？那请问你哦，这十件事情里面，你觉得你会从哪件事情开始做？这些。没关系，你可以说中午或我帮你。你会从哪件事情开始做？关灯。哎，这个每天都会遇到，对不对？还有吗？你会从哪件事情开始做？不要随便乱丢垃圾。还有吗？关水。还有吗？那你觉得你会不会想要自己做一个自己的玩具？Right? Okay, so see. Make a robot run things around the house. 其实有很多小朋友也开始做这件事情了。咦？ What's that? It's a robot, right? 你猜猜看这是用什么东西做？巧克力。Bottle, what else? A box, right? And then? 盖子。The top, right? 还有这个东西哦。这个也是哦。这个也是对不对？哎，what is it?设计一个很简单的 robot， 很简单的机器人。你猜猜看，你觉得你们可以去讨论，我要用什么做他的手、他的脚，还有他的头，把它画在我们等一下会给每一组的小白板上面。你的 OK 可以吗？好，但是他之前要先讲，每一组会拿到一个小黑板，还有一个板擦，还有就是那个粉笔。但是可以吵架吗？不是，我们都很有礼貌，对不对？所以等一下会给各组三支这个粉笔，请你轮流使用，这样好吗？好，好，那我会给大家一点时间，希望在下课前你能够分享到你的设计哦。OK， 好，来请各组小组长出来帮我领一下小黑板。好，然后再回来引导老师要把。
先把粉笔跟把